感谢斗内 BT 的港币十块斗内，因为我没有伽利略，所以我果断把艾克斯和艾丽虚幻庸子小西蒙大哥一晚好过。哦，这么油的队员，好油哦 ，Pico 是可以啦，这种加康的应该都挺酷。如果梦魇不是西格玛，就是神魔岩，就跟神魔岩上，为什么不是西格玛就不给就 不给力，是不是？哎，西格玛，我好像看过哎，找一下好了。西格玛，哦，那一只我好像玩过哎。忘在手游玩过，西格玛就是那个长得很像坏蛋的人，但我们好像可以玩他的那个人。西格玛就是打不死的蟑螂，对啊，西格玛这只我就看过他了，他真的是很代表性的。我这边是不是？我这边要就是带走，要不然就是那个哎、欸，就是一定要不能反击的情况下带走，因为下一关有先攻，我现在才看到。哦，这样就两个一七，那一定带走，所以妲己那个技能开下去就没问题了。好耶！想看哦，下一关可以变身，下一回合可以变身，是这边直接打其实就可以了，不一定要开龙壳。看起来是这样没错。七康宝。应该有转到，应该就过了。可以打姐技能好了，我怕被人烧到。哦，应该我的定位板失控，按到回按钮。十封我一定刷爆。我们礼拜二、礼拜三应该都会开直播吧，跟大家一起挑战。十封真的是一定要刷一张满登满技的，太重要了。比这次改版的卡片都重要。先捋一下猪猪。哦，没办法。开这个。这时候才能天降星珠。之前来刷一张后悔了，不像我认识的玄哥啊。玄哥上次怎么只刷一张啊？你上次的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，玄哥？可是玄哥，你刷四张，你的塞得下吗？你的空间塞得下吗？现在最高等最多可以塞几张啊？哦，上次没有空，等级已经开放到1200了，现在最多可以塞几张？先被打好了。然后再开心的，这样会比较好过一点，至少借王权。好，尽量切 combo， 因为我们刚才这边没打过他，我想要切多一点 combo。
红哥别云了，忘了回去看排行榜，总有一天塞得下。22、7、21跟是一二四七，反三组水把它弹死就好。哦，那个，哦，他那个是三关的确可以这样的。应该可以消，我看这个组数应该差不多，要全消才有办法24。是多少？对不对？好像多死。哦，那你差点多消三颗哎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24这么多！刚好，刚好。嗨，阿红，嗨。好，这个20。1、2、3、4、5。数学小王子上线了，过了王冠。总算到王冠了，又看到你了，刚才被你电死。这次的我可不是之前的我了。看我的技能变好多、哦。今非昔比，哎，不是要拼水珠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干，差点拼错，我没有烧它哎。如果我开燃烧机，应该就是，对，忘记开了。好险在最后一秒意识过来，不然刚刚就要被干爆了。好险，好险我是如此的猛，无视弓前盾。要过了吧，没理由不过了吧？无视弓前盾，好，应该要过。只要我有消到14康以上，应该没问题了。可惜竟然没鱼，差一点。又这个人是比较细心的人，哦，是这样，考试都会检查。刚才最后被我检查到。差点就去了欸，应该没有悬念了，应该这样就要过了。问号问号问号，真的、啊？台主比较细心啦，是这样。51康怎么说？钟雄浩怎么说？啊？现在是不是皮皮喘？直接被干翻，感觉团长就快不行了。其实没有，他还是有很强大的接班能力的，应该这样讲啦。团长不行的地方是在他的持久啊，不是在他的前期。他是一个慢热型的性格啊，慢慢热，他不是一进场就可以硬的那种队伍，所以你要等他一下，好吗？你不要看他前面软软的，你就说他不行，好不好？他是后面硬起来，你就知道，就知道，所以你要了解他，是这样。